下去收紧就可以了。我在做的时候是沉住、收住、摆荡，对，甩你的胯，你的胯胯尖要感觉像斜后打开，对，甩出去，吐气 ，and 去 ，yes， 不动啊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两个内侧是要夹紧，是要有摩擦，但是不要停住，力量不是完全在摩擦里面，我要感觉这个力量只是在这个框框里面打。前后打开，具体最结束最重要的力量还是前后打开，不要想往里加，这样的话我整个每一次发力的那个力量就会被减少，就会被固化住。 And two and three， 因为我太想加腿了。 No， 我这个腿是经过摩擦 OK 向前后， Yes。 所以看小朋友，包括我们现在在跳的时候，大那个腿往后的那个力量是重要的，不是夹腿是重要的。 Yes， and two and three and 下 and one and two， 胯甩出去 three and 下 and one and two three and 下 one OK。 然后大家还要想我的胯，我要的是什么？甩，感觉有点像胯部摆荡摆荡摆荡，对吧？所以我的身体是要跟它一起往反方向拧转，还是我的肩膀也要跟它一起有相对的挤压和摆荡了？你们觉得哪个会好一点？相对挤压，相对的挤压和摆荡嘛，因为我的胯是摆荡，所以我的肩膀也是有点摆荡。当然肩膀摆荡的时候这个力量不是向上，而是每一次注意每一次主力腿这边向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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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向下 ，and 扎后背，扎嘎扎嘎扎 ，and two three and 下 ，one 力量放在中段压下去 ，three and 下 ，one。你不用刻意往里加，但是自然往前给就可以了。记住啊，我每一次到位的时候，我的重心要踩在上面，上身压住 ，and 手在这 ，and 扎，哎，好一点。我要看到我的膝盖不要光伸，是向后蹬蹬踩，落跟走眼站。对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的胯往哪里啊？往斜后甩，往斜后甩，能感觉到我的这个胯，对，能感觉到我的胯这一下 ，and 站 ，and 放下去。那我胯在蓄力的时候，这个力量不是拎，是干嘛？出去往左边摆荡，再往右。Yes， 我有个蓄力。走 and 下，哎，这个好一点，膝盖是直接向后蹬，走 and 下，对了，走 and 下，胯再向斜后，对，走 and 下，对了，走 and 下 ，yes， 走 and 下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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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下。啊，想告诉大家就是，他没有经过一个上。再到后吧，它的力量是压住给我的腿，然后嘛，腿部发力，我的力量就在这儿，我腹肌的力量就在胯上，就在脚掌上，直接换，直接打开，但是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力，哎，放主力腿不要放动力腿，看，放主力腿不要放动力腿，放主力腿的话，动力腿的话要往前，大腿要往前，对了，走 and 站。大家可以试一下，我的胯要直接打开，然后继续在走的时候，我的力量是蓄力给到动力腿，肩膀中间，蓄力给到动力腿，然后发力的时候，我的腹肌就是在这里收紧就可以了，然后胯去走 ，and 站 ，yes， 好的，肩膀要压住啊，走 ，and 站 ，and 站 ，and 站，胯往斜后拎起来，那个胯要拎起来。感觉好像你自己要像木偶一样大，有人拉住你的胯向后走 ，and 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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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身体往前下 ，and 下 ，and 下 ，and 下。